基因检测和精神疾病风险预防居然也有关联。2020年，日本女星竹内结子疑似因为产后忧郁症轻生，震惊演艺圈。因为事发前完全看不出异状，精神类问题不容易察觉，特别是忧郁症，患病率居然高于感冒，并且患病人口数很容易被严重低估。该怎么办呢？基因检测可以让人有更好的自我觉察力之外，指明对的治疗方向也是相当重要。同时，了解自己精神类疾病的风险也是认识自己心理特质的一把钥匙。了解自己的心理特质可以更好地扬长避短，发挥自己心理特质的优势，取得更大的作为。